Hello， 大家好，今日星期日又是我哋信仰分享篇啦。咁今日咧，我想藉住一段嘅经文嚟到去探讨一啲事情。好多时候咧，我哋会睇圣经嘅时候咧，会有一个矛盾嘅。嗰、那个矛盾点就在于就系同我哋嘅生活好似唔系咁适切咁样。就算我哋觉得话，咦，都几反映到我哋嘅生活咁样，或者系现况。但我哋会发觉咧，经文与其他经文之间咧，又会产生一啲嘅张力啊，一啲嘅矛盾。今日咧，我就用咗哥林多前书七章下半章啊，嚟到讲一讲七章二十五节开始至到尾，论到同心的人，我没有主的命定，但我既蒙主怜恤，能作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来看，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作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者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嗱，呢一段咧，有阵时咧，我哋会读到咧，将我哋嘅婚姻关系咧读咗落去。我哋要搞清楚喺第七章嘅第一节，佢咧就系讲男女嘅关系。所以咧，第一节系论到你们信上台所提嘅事，我说男不近女都，系讲男女之间嘅关系。跟住第二节话，但系要避免男女嘅事，所以咧就已经讲咗男女嘅关系。到25节系讲明嘅，论到同身嘅人。所以佢以下所讲嘅嘢，全部都系讲同身，论到同身点样去选择，你有冇得选择？如果你已经成亲嘅，冇得选择，唔好谂啦。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咁，唔好谂啦。如果你有得揀嘅，你可以揀。但佢又讲咗佢嘅意见。其实你会发觉佢倾向同身，因为保罗系有独身恩赐㗎嘛。所以佢一开头咪讲囉。但我既蒙主嘅怜恤，能作忠心嘅人。呢一度唔系泛指，无端端之前话论同身嘅人，我哋就将呢一度呢就讲啊佢系做忠仕途啊做唔系。而系佢主俾佢有咁嘅怜恤，能够守有同身嘅恩赐。而佢亦都忠于呢一个，所以佢喺呢一个嘅基点上面，喺呢一个身份上面，就把自己嘅意见告诉你们。去到最尾呼应噶，佢话：然而按我嘅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去到最尾，去到一啲嘅寡妇啦，或者丈夫个妻子死咗又好，佢话若常守节更有福气。到你有得揀啦，你冇得揀啊，就唔好諗啦。到你有得揀啦，佢都係倾向如果若常守节呢係更有福气。头尾係呼应。
整个里面的经文呢，我们就有不同的理解的。那你说这里都有讲到夫妻的关系，你有没有发觉呢，这里所讲的呢是倾向消极，没有从积极面去看婚姻这件事。如果你结婚呢都是消极的，都是消极，消极什么位置出来是不犯罪的。但是他没有讲益处，怎样好啊，什么成，他只是说你不是犯罪的。譬如你做一件事，做又可以，不做又可以的，又不是错来的，即是那类。而不是人说啊，可不可以做 啊好啊，做啊，这样那样东西有几好，不是。学音乐好啊，什么什么。如果有人说学音乐好不好啊，那都好的，反正又不是犯罪，这样。是不是即是比较消极面。再看啦，里面的字眼啊，他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有妻子他觉得就是缠住。亦都话呢，然而这等人呢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者苦难。咁我諗呢镜头前面一定有人呢就话係呀，真係缠住同埋有苦难㗎啦，咁样。亦都会话我有咗妻子呢係会为咗世上嘅事情挂虑，係点样叫妻子喜悦。咦，你会发觉係好现实㗎喎，真係有咁嘅情况㗎喎，我諗有啲人係咁。但係呢我亦都相信喺镜头前面嘅，或者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好像圣经另外使徒行传阿基拉、伯居拉那样，不是这样的，不是会好像议员那样，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你有没有发觉这一段的经文跟创世纪神所创造，神配合那个男女，神配合个妻子给他帮助他的嘛，不是做个妻子去缠累他，给他有苦难，还要牵引着他，他为着讨妻子的喜悦就不能够听神的话，不是这样的，那就有矛盾了。那怎样去理解呢？我们就要知道我之前所讲的大前提是他是从独身同身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因为保罗是很有代表性，很有能力去讲守同身这方面。当然有他的背景，因为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当其时有洛斯底主义啦，一个禁欲主义啦，就算你话唔讲嗰度嘅话，就算我哋睇翻历史都系有修道主义啦。后嚟教会慢慢发展，有啲人觉得哇，啲苦行僧咁样系嘛，啲传教士咁样，唔单止唔结婚啊嘛，仲更加即系去咗修道院啦，揾一啲最艰难，觉得咁样即系苦行僧咁嘅修炼方法，系一种令到自己更加能够熟灵，更加能够专注向着主嘅操练啦咁。都会有的，所以当其时哥林多前书的就是有一些人这样的倾向。所以保罗讲这一番这样的说话，结婚不是犯罪的，即是你不要看结婚的人 就好像次一等就是犯罪，就是不好，就是污秽，就是肉身 是不洁的嘛，这样不是的，他是讲这件事。其实当我们如果这样去理解七章下半节，即是觉得哎呀就是前累就是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想法，究竟神不是的，神做人当初不是这样的，那今天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好像有一个矛盾在这里。一方面我们要排除了一样东西先，神配合的和我们选的，我们不要我们选完之后跟着赖了神，然后说是啦就是这样啦，另外那一半就是在这里拦了我去服侍的啦，这样就搞到我现在呢这样。又或者有些人会说不同时期，当然有，因为有仔女啦，譬如新婚啦咩成。但是我可以这样讲，我们新婚第一个主日我们都是聚会的，都会回聚会。我不记得我们星期六定星期五是结婚的呢，是的，经常啊，但我们星期日都是聚会的，好像是星期六结婚，是的。星期日我还记得是玩住啲婚纱，因为要还啊咩成呢，玩住去尖沙咀那里要还，但是我们就都要去聚会这样。冇因为我哋婚姻而打叉咗，更加我哋喺我嘅经历里面呢係相辅相成，就係因为我哋嘅经历係咁，就算有个仔都係咁，冇因为佢而打叉咗我哋同弟兄姊妹相交啦，或者係话服侍啦咁聚会啦咁。所以我哋更加去睇见到神嘅配合原是好嘅。只要我哋有一个点，当我哋感到前累苦难嘅时候，如果嗰个係神揀嘅，当初你好清楚，亦都好尊重神地去拣选佢嘅为你预备嘅，我相信
我哋去學習細微佢嘅帶領。可能祭編都係嘅，兩個係好有主見嘅人，咁你好多嘢磨噶啦，你就會覺得前累、苦難係嘛？呢啲等等嘅嘢嘅。但係咧，原來當我哋去細微神嘅帶領，如果唔係佢，就冇今日嘅我。如果我当初是同或者讲一些大家所知道的或者看得见，如果我当初同另一个人，我一路都喜欢一些倾向是一些文静啊温柔的姊妹的啦。但是祭編不是这样的。但如果我同一个这样的姊妹结了婚，就算同埋我比较内向的讲一讲，我初头如果二三十年前认识我的人呢，你会知道的。我是倾向比较内向，我可以是我主与我的。祭編是很 outgoing 的，即是他比较是外向型。我们初头结婚呢，甚至他会招待一些不是认识很久的弟兄姊妹去屋企吃饭什么吃。我其实是浑身不舒服的。我真的觉得不点的。不认识的大佬，即是见过几面的这样。我是很不什么。但是呢结婚了16年都影响了。现在的我呢就不同了。我亦都相信，如果我当初是同另外一个人结婚，就算我是好似而家咁过咗嚟英国，亦都早过大家BNO 人士几年过咗嚟英国，我都未必会搞呢、這个，即系我系比较内向噶，我未必会咁样嘅，我亦都冇咁多嘢讲，我亦都未必会想接触咁多人。当然佢亦都系啦，佢如果唔系同我结婚，就算佢同第二个结婚，早过大家几年嚟英国，佢都未必过去嗰年纪啊。我哋喺 YouTube 频道啊，咁支持去搞咁多嘢，我觉得反而系一个相辅相成。就算有个仔都系，你会发觉过往大家唔知嘅、睇唔见嘅，当然有啲认识我哋嘅人就知道啦。我哋推住佢嘅 BB 车咁样推住佢翻教会去青年聚会，佢系最细嘅一个参与者嚟啊，都系咁样。我哋唔会因为要俾佢早啲去抱佢翻屋企瞓觉，要瞓晏觉咁，唔会嘅。佢由细到大都喺个 B B 车度瞓觉，因为我哋青年聚会晏昼五点几聚会，咁我哋又推一推佢，有阵时四点啊推佢，我哋又推到佢瞓着，跟住我哋就去聚会。咁久而久之佢惯咗，大家所知道嘅亦都睇得见啦。过去嗰年纪，我哋冇错系牺牲咗啊监制一啲嘅时间，陪伴佢嘅时间。佢尤其是初头咧，我哋话初头真系好忙好忙，投过100条片，每日一条片啊，呢啲硬资讯。我哋同时间竞赛，我哋紧张，咁变咗我哋要牺牲咗佢嘅时间。佢放假冇得去边度玩，冇得咩，唯有自己睇书。不过感谢主啦，佢亦都比较系一个文静嘅，佢就自己睇书或者写 scratch 啊咁之类。但系其实我哋咧都系有亏欠佢。咁但系我相信咧，佢系能够喺我哋嘅生命里边能够感染到佢，兼且佢亦都睇见到喺我哋幕后所有嘅嘢，佢睇见到我哋嘅心态。睇见到你哋大家睇唔到嘅嘢，有啲人会话：，诶，你哋过啊，即系为名为利为YouTube 啊，为赚钱唔好睇佢，即系有阵时咧听讲一啲唔啱听咁啊，咩成佢，唔好听佢咧，咪帮佢赚，你搞错。由始至终，我哋都话，我哋唔系为咗钱，睇得钱太重嘅人唔会明白，因为咧，我睇重我嘅神点样看待我哋，我将来喺天上嘅财富，我睇重我嘅仔。点样俾我哋感染？如果我哋系唯利是图嘅人，一定会感染到佢。如果我哋喺幕后话，快点样去宣传啊？点样拍多啲片啊？点样哗众取宠啊？点样呃 like 啊？点样咩成咧？然后咧可以多啲人睇啊，跟住咧就可以有佢嘅有啲钱咩成？佢睇喺眼里边。老实讲，相比摆喺个秤里边咧，什么 YouTube 咩成啊？嗰低微嘅嗰少少嘅钱。对于我哋嚟讲，完全唔值得。我哋希望能够将个正确嘅价值观、人生观灌输俾佢。咁所以镜头前面嘅你，如果你觉得今日系啦，我身边嗰、那个或者系话，我啲仔女啊，点点点啊，亦都影响到我服侍噶。其实唔系佢哋影响你服侍，唔系佢哋影响紧你。正如我哋之前睇过一段经文，神系唔会试探人，你系俾你嘅私欲试探咗。曾几何时，你点解拣呢个姊妹？点解你会喺同佢一齐嘅时候，会牺牲咗服侍嘅时间，然后同佢一齐？你自己面对翻神。
點解當你嘅仔女都係當然啦，有啲我要好持平咁樣講，有啲仔女咧，佢係有唔同嘅問題嘅，呢個係另計，呢個真係另計，呢個真係需要有神嘅憐恤，需要有神嘅恩典，係好要你好大嘅信心，亦都有好大嘅決心，你先至能夠喺主裏邊能夠拿捏得到、平衡得到家庭同埋服侍之間。我哋都感謝主啦，即係俾我哋有咁嘅恩典。但係你又唔好以為阿監製易臭喎，你大家睇見佢咁乖喎，係我同阿製片係一個好硬嘅人嚟。我哋細個佢阿傾細個阿監製啊，細個嘅時候好大主意。你諗下我咁大主意，我製片咁大主意，有乜理由個仔唔大主意？佢可以同阿媽喺個地鐵嗰度鬥兩三個鐘，就係、是、為咗要嗰個八達通卡。那個卡要再嘟，佢出咗閘噶啦，咁你大家都知啦，出咗閘點再嘟啫？再嘟咪俾錢咯。製片同佢鬥咗兩三個鐘喺地鐵嗰度，我都經歷過啦。即係嗰陣時我成日上大陸啊嘛，所以會經歷多啲。佢行過玩具店，哇扭啊，掠地啊，斜喺個地度喺街嗰度啊，唔行啊，要睇個嗰個玩具店嗰度。我的你掠地，我稱起佢。即係佢當然係攬住尿片，啪啪啪咁打幾個尿，打幾個 pat pat， 夾住佢走兩次。我試過，我哋係咁樣嘅對待阿傾咧，就係由細個真係由 B B 都係咁嘅。B B 佢喊，傑斯仔你喊到面都紅曬，我哋就唔嗰個抱佢，我哋要確保你有冇賴到先。哦，冇賴到，頭先啱啱食完嘢又拍咗風啦，擺喺度，明知你係扭抱。话知你喊到面红耳热，我哋就唔过嚟抱你，收声啦，收声，我哋就过嚟抱你。我哋系咁样由 B B 开始 train 嘅，所以你今日见到嘅监制，个个以为，尤其是佢几岁都系噶，有啲教会啲弟兄姊妹话：，你梗系啦，你抽到支好签，佢好臭。其实唔系，而系你有冇咁嘅狠心喺神面前坚定你嘅摆放，你嘅次序摆放喺边度？其实呢个系你嘅态度嚟嘅，自然会影响到佢。有啲可能，如果我摆放就喺晏昼，佢要翻屋企瞓觉，俾个宁静啲嘅地方瞓觉咁，咪慢慢开始养成佢咯。佢都知道我哋嘅取向啦，我哋嘅摆放啦，系嘛？如果我哋摆放系主喺第一位嘅，然后佢嘅伎俩系第二位嘅话咧，佢就知道佢冇得同神去 argue 嘅，佢冇得去比噶啦，咁样噶啦，系嘛？当有服侍个时间撞啊咩成嘅时候，佢系摆第二位。咁，我亦都相信咧，呢一啲嘅人生观、价值观咧，系会慢慢感染我哋下一代。所以有阵时候我都会觉得系，我哋有阵时睇嗰个父母，我哋而家今日咁大个人咧，有阵时候我哋都会，想认识嗰个父母，有阵时咧反而唔系首先要认识个父母，系你要认识佢仔女。你睇佢仔女点，你就知道个父母点。个仔女今日仍然愿意喺教会嘅话，然后佢嘅表现系正常嘅话，你就知道佢嘅父母多多少少衰极唔会喺边度。如果你话，但我嘅另一半真系咁啊嘛，真系前累啊嘛，真系苦难啊嘛，我哋要一方面要面对翻自己啦，因为可能当初系我哋选择。我正如我哋喺香港有一个青年弟兄系咁。简单来讲就是当初有一个好好的姊妹，是吧？无论家庭背景、熟龄情况、学历，即是大家一个 在外国长大，一个在外国留学，所有东西都很夹，高度、样貌的程度，即是不会是一个很靓仔，一个很靓女，另外一个又没有，差不多程度。其实那个姊妹的阿哥都觉得，都想配合他们出来，那个姊妹都有意思的，其实。唯独嘅个弟兄就觉得个姊妹比较凤眼啊，即系唔够大只眼，比较凤眼咧，唔够靓。佢就拣咗一个靓啲，佢觉得靓嘅。其实我哋觉得都系差唔多啦。咁但系佢觉得靓，即系因为嗰只眼比较大。结咗婚之后就真系佢好唔开心，长时间成日都同我哋诉好多嘅问题。咁但系。唔系讲夫妻之间嘅问题咁简单，唔系话即系小事拗下嗰啲，唔系，而系未过门，未佢未娶嘅时候，我哋都已经劝佢，因为佢嗰个
那個姊妹未過門就已經搞到呢個弟兄嗰屋企，即係兄弟姊妹又有意見不和，跟住咧阿媽同啲仔女又即係同個仔又有啲不和，係嘛？爭啲好似未過門就要搞到爭產咁樣，咁你就知道呢個姊妹係有問題㗎啦。我哋已經勸住佢唔掂啊咁樣，不過佢係都要咁揀，咁冇辦法啦。咁之後都結咗婚咧，發生好多嘅問題都係基於呢一點，都係因為基於個姊妹識得爭取啊，因為個弟兄即係有少少家底啦，咁識得爭取，來來去都係嗰點。爭取、爭取、爭取，咁啊嗰個仔咧夾喺中間好難受，咁所以呢一啲嘅苦難，呢一啲嘅前累，你冇得賴神，我哋唔可以將我哋嘅選擇然後賴咗神，啊神你俾一個咁嘅樣，唔係，係你揀。記唔記得我哋曾經讀過聖經？神係唔會試探人，我哋被試探係被我哋私欲試探，牽引而試探。好啦，講翻呢一段嘅經文啦。就是当我们感觉到、有个拉扯，有咦哇这段经文很贴实自己呢，我们不要将自己的经历读了进去、啊。这一段经文究竟它大方向是讲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细化去套用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但是我们、不要将我们自己的东西读了进去，读了进去之后呢，我们就很难跟其他的经文跟其他的思想圣经一贯的思维去有冲突有矛盾。记住，神造人，神将男同女配合，原系好嘅。佢系希望我哋、啊、其实新约我哋都睇见阿基拉、帕居拉嘛，系能够相辅相成嘅，系真系好。不过问题是我哋点样去面对啊？当两公婆，譬如我同制片都有好多意见唔同嘅，唯有磨，冇办法啦，磨合啦。你可以话消极就喺度磨噶啦，啊，积极嘅就系背起我哋十字架。跟从主，安静在主面前，去接受了这件事。神啊，你为我们预备。我都发觉是的，如果不是、我们愿意接受，起码我个人来讲，我不可以代表制片，个人来讲，起码我愿意接受，你大家才看听得到，看得到我讲这么多话。我以前是一个不喜欢讲话的，性格都是，我是比较内向，比较自我，兼且我亦都做厂，做一啲中层管理啊！我分分钟如果唔系有制片嘅话，我会越嚟越自我，会越嚟越一言堂啊！尤其是男人啦，去到某个岁数系嘛，如果你身边嘅都系围住你，即系就住你嘅话咧，你好容易会真系好一言堂啊！好容易系好强横，好自我咁样，所以我感谢主噶。真的，虽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感谢主、我相信时日慢慢过去呢，成日都觉得我有机会，当我认识到制片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有机会成为老约翰，到有一日我会好懂得咩为之爱。我们有少少祷告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这里有一些的分享，最后我们在这里分享你对我于我哋嘅情，我哋嘅意，主啊，我哋感谢赞美你。当我哋去细味你嘅情意嘅时候，主啊，我哋发觉你对于我哋所怀嘅意念系几咁嘅好。虽然有阵时喺现实生活里边，我哋未必一定觉得系好，甚至会影响到我哋读圣经，我哋会觉得系好似今日读嘅经文咁样，好贴现。结婚就系苦难。有前累，但是主啊，求你得着我们的心，也都向着我们，当我们怀着不同的心态在你面前去应对的时候，或者是处理、我们的婚姻关系，或者是处理我们对待儿女的关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反而看见，我们会从另一个角度去读得到，原来圣经这样写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互相的矛盾，原来整幅图画是几咁嘅美好，最后我哋感谢赞美你，求你得着我哋嘅心，得着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镜头前面嘅或者未信嘅，求你得着我哋。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啦，我哋下一个信仰分享篇言，拜拜。谁在你如此认识你？
细察清楚，年月隐如闪电飞过，但你的心从未离开过。看春光，看艳阳，看落叶，看冰河，你由手中昼夜扶持着我。悲伤日日你已经数算过，我心底的意念如海沙那么多，我在极地与天涯仍旧看顾着我，这孤身的爱可测得透吗？我藏身主任下昂然步过。